您看呢、三国演义当中武将众多，我不知道您各位啊，反正我个人来说最喜欢的就是赵云赵子龙。为什么呢？长得精神呐、武艺高强啊，长坂坡子龙救主七进七出就是人家的功劳啊。那么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截江夺斗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说的是赤壁之战之后，曹操败北，孙权在南，刘备君臣占据荆州，基本上就是成为了三国鼎足之势。那么刘备占据这荆州啊，是人家孙权的，他老不还，这怎么办呢？孙权着急，帐下谋士张昭献计说，主公您别着急啊，不如趁着刘备君臣入主西川之时，派家将周善够奔荆州去接郡主回来。郡主就是孙尚香，接他是次要的，最主要孙尚香怀里边抱着刘备唯一的儿子阿斗呢。这要母子回到东吴，这荆州就得还给人家。好在半路当中有赤胆忠心的赵云赵子龙截江夺斗。请您欣赏这一段京韵大鼓，咱们先请上伴奏老师来。伴奏老师请。好，马晓祥老师、周纯元老师还有王学老师，咱们请上北京曲艺团著名演员何云伟为咱们带来这一段赵云截江。连二拜，跪倒磕头问。
堂堂，你巾帼将，因甚事？你是一个从头说端详。周善说，我来非为别的事，为之为国太病在床，想郡主接待公子。好光
壮气跳那乐家俗袍，穿九股风利刃，青红宝剑俏中装，密匝匝在湖中立白，雕翎剑飞鱼带，铁背铜胎，那宝雕共一丈，灯一双，那虎头战靴，飞马第一雄一对，点银二灯在两旁，七匹那大日雷轰，银鞋带青衣杆，披荆将踏那五高山飞枪，来的是真定府长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坂花前曾把美名扬。想必说孙夫人携带小主去过江，赵云吃惊，暗说不好，这其中有讹诈，暗引把两匹拉拉鹰催马，来到了江边，见船还未走，赵云一喜洋洋大叫道，你们且莫开船，容俺赵云相送这舟上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摆，芦苇中四船齐出，就各亮了刀枪，500儿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五只船接连一处顺流而下，赵云一见暗思量，哦，这明明东吴定下了牢笼计，他这过江要把郡主诓，夫人过江有什么要紧，唯恐小主命有伤，我只恐即将大事托我等，若有那半点差错，我面上无光，又问大主风顺水急，船一去远，猛抬头见人影儿摇摇，是渺渺茫茫，无奈何赵云偏将追赶，嘿，真凑巧，江岸上携来一只小小的鱼航，赵云翻身离岸下马，有两个最快的军卒跑慌忙，弃岸登舟解开缆，令二人驾舟直入长江，才折大江而出，小舟行来如飘逸，探赵云一片的忠心呐，他落水而亡。片刻之时将大船赶上，这舟上吩咐声放箭似飞蝗，众吴兵开弓放箭如骤雨，赵子龙做了忙，忙来动手中枪，恰好似乌龙摆尾怪蟒摇头，啪啪啪把他凋零打落在长江，舟上传令退后者斩，
重无兵，门人奋勇，个个逞强。小船临近捉枪刺，赵伦犯贱亮毫光。这曹文锦，削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，重无兵尽胜半截枪。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